OK， 今天是第131天，现在3:13，底下4点钟要上课，下水游个500米，然后搞他10个100米自由泳，游完再说其他的，好吧？昨天练的那个力量，这个肩这里还是一身有点酸痛的，拉长游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晚上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饭局啊，去看看，冷不死人的，我都不怕。哈喽，同学们，这个10个100游完了，放松了一下，现在差不多要去上课了。基本上每个都游到了1分20秒以内，就是在游第6个、第7个的时候，肚子开始饿了。那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，只是在游的时候饿。你看这一上来，感觉这个刚刚吃的苹果、番薯干还有雪花酥还在这里，是吧？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饿了，可能没吃肉吧，以后还要吃点肉才行。好，那今天就暂时这样，上课去了。这个今天的气温是26度，阳光明媚，有一点点风，这种气温在室外游特别舒服。如果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不愁没地方住，没有房贷车贷啊，就好了。我们都过来蹭吃蹭喝。这又是什么？哎，还可以啊！还有节目要表演，上菜了，嘿嘿！第一道菜应该是烧鸭，我们这里也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下次就熟了。汤，没错，号称是鸽子汤，但是我对汤不感兴趣。OK， 谢谢。我们重启公司总经理助理，是的。我们不要等到我们老板已经上岸了，既然一下都不跳过了，那事实有没有销售立场？百年华盛会，广寒盛宴，声威视听。230方，230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我们来各位继续看一下。很有气势啊，这个鼓，没错，又是上次那个烤那个什么东西，这边好像大家叫的都是那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又过来吃了，没错，刚刚在那边，我晚上在食堂吃了晚饭，然后又去刚刚那个唱歌跳舞的地方吃了一些东西，然后现在又过来吃这个烧肉，不要问为什么，看着我吃就可以了，谢谢。这还是试一夜，那以后找吧。那以后，每天都是。给他手机上比较手机的话，
个紫薯叶的味道，好吃。说实话，晚上一直是克制着吃的，但是这个克制也经不起三顿啊，好不好？结果又吃的多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明天恢复到87以下，很简单。今天就这样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见，同学们。